在这里哈、啊，给同学介绍我们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跟意识，它共同运作在现在位，在现在位，这个意就是它的作用。那现在位，你这个意的作用，也就是觉的作用。这个觉的作用就是受显现出来，我们就是受。所以我们这个受的作用当下，是不是现在位？现在位的这个当下，也就是觉的一连串作用。这个怎么产生这个法，给你做参考。第一个就是我们根跟尘跟事，根尘事不管哪一根对起来的时候，这里面呢一到五，它本身第一个其实就是认知。今天比如有一个人叫你认知，其实不是认知那个人，不是，他认知是有一个声音，在无声中出一个声音。其实他的认知只是声，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声音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声音是认知。第二个动作是了别，是哪一种声音？是不是了别哪一种声音？这两个都是客观而没有是非，这两个都是客观无是非，所以它无表色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这个就是觉，而这个觉是没有任何的意见的。可是人不知道这个觉，我们没有去察觉认知了别，它是无是非。是第三个动作，你会把这个声音跟听的主体关系结构起来，把它移位，一二三四五，前五根根尘是移位到一根，你会给它移位，因为声音过了，所有东西都过了，这个你会移进去，跟这个主体结构。今天你听到一个声音，比如这里有张三跟李四，然后有一个人他叫李小明，张三跟李四听到李小明，他就停留在一跟二，认知有一个声音。了别声音是某某人，是某一个个体发出来，他发出来的内容叫李小明，你就不需要移位，你没有移位，因为跟主体的关系不必结构，认知跟了别没是非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意识就是这样形成的。所以意识的形成是在第三主体关系结构移位至一根，那这个移位至一根之后，就会归属分辨它。那这个归属呢，就很多很多自己的这种直觉，这个很多是从自己过去的资料库开始去做连结，而这个资料库的连结就是主体所握有的资料，就是拿过去来对于现在位的这个受没有是非的这个无表色加以
分别它。这个时候就有利害、自他、是非这些的产生。人是非常精细的，在这个归属跟分辨还可以保留某一种不怎么染污的情形，这个还 可能如果你学过，你会让自己在一种清净当中，你可能把这个归属跟分辨还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，但人麻烦是他不客观。当你听到这个声音，你会判别，你会判别，判别这个声音，你会用放舍或储存它，也就是你要把它从这个移位进来一根，把它遣除、涤荡掉，或是继续放着。这个时候有做抉择。今天譬如你叫张三，隔壁的同伴叫李四，现在有一个人叫张三，然后你听、认知、了别，有声音出来叫的是张三，移位到一根与主体关系，那人我就偷咬，我张个盖弯给他的关系法要归属的时候，他是我认识的人。分辨的时候有利害关系，昨天才两个，不甚愉快。所以在判别的时候，用放舍来表达储存，或是用储存来显示放舍，那个相状，那个相状其实是混乱的。譬如个动作不听，把自己当路人甲、路人乙，事实上是储存，然后再丢弃。储存再丢弃，那有些时候确实是路人甲、路人乙。比如你叫陈美丽，这蔡其安娘，然后呢，美丽一大堆嘛，有人叫美丽美丽，没有加成。那你一听这个美丽美丽是我的代号，是假名啊，是我的代号，移位到一根，这是我的代号，回头一看那个人我不认识，是用另外一根去对那个尘，去肯定于所处的位置，要归属，是不是要归属跟分辨，分辨它之后就自动放舍，因为你是路人甲、路人乙，这个时候就是判别。这个判别的时候，当你放舍，你自然不行为，就不用有时空规划。如果是判别与己有关，是认识的人，你就会有行为的表征，然后你会有时空的规划，下一秒或是等他走过来，啊，你来加冲啊，你笑笑的，你的行为可能就展现在面部的表情，以身来表达，眼睛行注目礼，走到这里，那你得加督着你，你跑到这里来干嘛？这就是时空的规划。伊那甲你讲，哎呀，我昨天打电话给你，那你都没接，你就说哦，我昨天很忙。什么事？要问这个事或不问这个事，是不是又是自己内心的时空规划？人很精细的，当你在判别的时候，你就做了抉择，而这个抉择很快进入到整体评估。这整体评估，这个是讲直接关系跟主体的直接关系，这已经移位到一根了，对不对？法的成立是在判别之后的第五，叫整体评估。
这个上面呢，前面呢，从与主体关系结构就完成了心所法，也就是心所，他完成了心所法，可是他在慢慢慢慢把这个心所的这个法慢慢浮现到规划完整定义它，这个法才完整强烈。这个过程呢，它会进入到第五个整体评估，会批判，这是跟自己自我的标准会做比对，然后主观定义它，这是完全主观。当你从第三与主体关系结构之后，你这整个的评估过程就是主观的，它就是成立了你内心的答案，这是用意识的咯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有佛法的知见，学习里面懂得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这个是意识所结构的法，虚幻不实。整体评估之后，要保留你这个评估的答案是客观的，甚至于知道它是空性，那么你就不住法，是不是就不住法？把这个法跟主体的关系淡化，就看到是平等的。那这样子，这个法就不会强烈的存在。如果是照前面这样意对法的形成的这个过程流程，你会发现人太厉害了，真有路用，每个时刻都在用，而且不断的在编排成立，有些时候会自动撤除，而要做撤除的这个动作，没有所谓不良经验，你还不会去颠覆它。有些时候是由佛法的正知见自动把这个法撤除掉，但一般凡夫是办不到的，因为太习惯这样做了。同学听到这里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？人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但是有办法修，你要懂得退。这里在跟同学介绍经论里面讲，五识须与这第六识共同聚起，才能够了别对境，就是对所有的境。那五识仅能各缘自净，刚刚是不是眼耳鼻舌身是不是各缘自净？它必须移位到六识，所以六识能遍缘一切境，它都是要跟六识结构的。对内对外的境，不论有形无形，皆可广缘，这讲第六意识。这里面或是对过去，或是对现在，或是对未来，都可更及，也就是都可以绵延不断的、普遍的遍及一切。所以这个意识很厉害哈，能知能推测，称为广缘识，又称为一切境识。这个是解释啦。那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法啊，这个法境要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参考。同学讲到这样会不会很吃力？不会很吃力啊，先知道自己很细腻哈，中间的细腻。那我们讲啊，意对法，只要有意识的众生，他没有真正去做很深度的、很深度的去观察自己的变化，他一下就走完了这些过程，
一下意识一起动的时候，就这个法就对出来了。看起来是我们是不是人家一个什么动作，你内心就马上产生一法，而且你的定义产生了，直取啊，就直取它。那这个法呢，其实太半都是为了保护自己身，都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个身，保护的这个意念呢，深深的植入，很坚固，跟整体存在，保护这个身，也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存在，跟整体存在的这种自我认同，是秘密的结合在一起，难以察觉，真的很难察觉。不管他表态是如何，你会发现他在说某一种东西，每个众生都是这样，他在表达着他的某一种价值观，他在保护着他自己，或是还要维持，想要维护某一种东西。那意识所缘境啊，太半都是保护自我的存在。那有些时候会发展出价值跟定义的伸张，因为这个法定了嘛，所以呢，它会有你的价值。你定义它，你定义它之后，你内心有某一种决意，就是决定的意志。这个决定的意志就启动身口，采取行动的决意跟评估，你就会要把你这个价值跟定义伸张开来。同学是不是这样？你一直在说着说着，是不是在强调自己的价值观跟定义？而这个价值观跟定义不喜欢被撼动，不喜欢被撼动，不喜欢被质疑，因为它是唯一的，它是唯一你做过作用之后完成出来的东西。如果一个人他学会他的价值跟定义是所谓诸法中的一法，与别人的法是平等的，他就不会刻意要去伸张他自己的价值跟定义，但合理的提供做参考。当可以合理的提供跟做参考的时候，这个就有意思了。这就是修为的一部分，因为这个法是所谓意识结构的东西，它并不是实相。其实每个人每天或是任何时候都是在完成一种自我抉择的价值，然后要把这个定义视为是真理，就自我认同嘛，他一定会自我认同的，因为只有我想的才是我的，这种自我认同的习性唯我独尊。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？有一些是应该是说几乎啦，都是跟环境文化生长背景啊，个人的智能吸取的这些东西有关，就是教育，整体而言就叫教育。我们是被教导这样的，我们是这样被孕育的，但这个上面其实还是选择性，其实还是选择性。人会偏向自我保护，基础上先偏向自我保护，这就从你自己去观察，
你为什么会说谎话？其实你里面有两个东西，你里面有一个选择，你会说这个谎，就是为了自我保护。但是你明明知道，另外真相是什么？那你假设性的是别人不懂得那个真相，他没有能力发现真相，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个真相，那个其实是围起来的，其实是围起来的东西。那这个教育还是选择性的，譬如我以前看过有一个小孩，他是他阿嬷带的，这个阿嬷吼就跟他说：“哎呦，我孙呢，会晓行路，也要走，也要买物件。”去甲阿嬷买一罐豆油，啊，这个囡仔伊就去买豆油。譬如这罐豆油是53块，啊，这个王孙其实无戆，伊就走的钱吼，去买喜欢吃的糖果。那伊足巧的，就是卖买足济，卖买足济，吼阿嬷不察觉那个零钱的差异，所以伊大概就是买一束束啦糖果，棒棒糖啊啥，无几块，然后回来先压咧，豆油甲零钱交阿嬷，啊这阿嬷收了就收了，因为阿嬷心中没有想过这个小孩子古灵精怪，他没有想过这个孙是安尼。爱钱款啊，就是爱钱买啊，伊就扛。这个孙啊，伊逐回想讲啊，阿嬷吼都不追究我，阿嬷知啊唔知，其实唔知，伊甲当作阿嬷拢唔知。然后过来，伊就吼本来买个位数，后来买十位数的物件。他就买了十位数，超过十。啊，阿嬷讲，阿嬷讲，啊，无问。啊，这个孙听到阿嬷，伊甲阿嬷讲，阿嬷，我早拢给你啊。阿嬷讲，哦。又收起来，因为一听到这句，这个孙子在伸张自己的定义，知道意思吗？他的定义是自己不犯过，他没有犯过。然后到十几块之后，这个阿嬷有一天啊，他突然去想到，这个囡仔找的钱那无啥共款，虽然他很疼孙子，你跟我要糖，我会给你的；你跟我讲你要买什么东西，我会允许你的。然后过一摆，阿嬷就提高警觉了，赶快去买家里惯用的一百的豆油。这回啊，这个孩子又花了其中的抹一点点的钱就买了一个东西，回来时阿嬷又看讲，钱怎么跟上回不一样？这个孙抓一个面青去，因为他的定义被透穿，穿透，原来别人是知道的。伊甲阿嬷讲，阿嬷，我有买糖仔啦，啊，你来无讲？我想讲你也袂甲我骂啊。那个孩子就这样回答，我想讲你也无甲我骂，啊，你是买啥？伊讲啊，我都买一包啥。伊阿嬷讲，迄是无要紧，但是你爱讲，你也甲阿嬷讲你要买糖仔。
伊讲我嘛唔知道我要倒一种个啊。有巧无？有巧对不对？后来哈，这个阿嬷开始发现，这个孩子太聪明，所以伊讲啊，到底导游一罐是偌济？他拄仔讲偌济？好，我查查。到底一罐是偌济？伊讲阿嬷敢若五十几块啦。古早干吗店无咧打，是今麦才有咧打，对不对？啊，伊讲五十几块，阿嬷知影，以后阿嬷拢摕嘟嘟好给伊。他边走的时候就觉得脚好酸。他就觉得脚好酸。他来说阿嬷脚很酸耶。这样阿嬷说啊你点了照怎么不酸，现在太大了要怎么会酸，你以前脚底就不酸，现在脚长又会酸。阿嬷脚很酸耶。他在表达某种价值，那个价值是我付出劳力你获得利益，我无偿。我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对待。这里面有多少东西，而且我们怎么长大的。后来这个小孩学会了骗。他会在很多人家不是很能察觉的时候去拿那个蝇头小利。他说的话里面常常很多闪烁，然后观察你的变化，然后呼应于你，来做出不会被揭穿的自我保护语言。这只是从观察一个人跟一个小孩子，你会发现我们成长的过程，当把自我的需求没有得到一种满足的时候，他会在环境里找一个可能的机会去满足自己的需求，而这个需求是你敢直接表达或不敢直接表达。有的人敢直接表达，有的人不敢直接表达，就看他在家里的地位。所以这些教育，我们明明知道学校教的，家长要求的，还会创造出自己在眼耳鼻舌身上面不满足的回馈，也就是你会去补充，让那个满足点到达。我们的教育都在有跟满足的基础点上去发展，而不是告诉你知足，告诉你空，而是告诉你有跟必须满足习惯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讲价值与定义的累积。第二个是凡夫一定有经验，好的跟不好的经验，而这个好的跟不好的经验累积起来的东西都是强烈的部分，它是过去的遭遇，自我的部分它如实的放在心里，有些时候会参考，或多或少参考别人的经验，它的结论作为参考值。但是当你直觉的任何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别人的参考值不会马上出现，第一浮现的是自己的强烈记忆。别人参考值的经验结论说会放到自己的心里，那个也是怕
自己陷入到一样的不好的结果，所以才会拿来做参考。像这些经验啊，凡夫都有，所以很多人他记忆力超强，30年后可能跟他的配偶讲，古早你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上班的时阵，那句话直接个差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生气的时候，或甚至于那件事情让我对你重新评价，把一点放到你的意识里面强化它，只记忆这一点，这样的记忆会让自己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面被这个记忆给折磨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价值，这个个人定义对方的错，跟定义自己是委屈的，这样的两个比对啊，一个是委屈的，一个是错的，这样累积起来会让你产生矛盾。那你每次要伸张你的价值跟定义的时候，你会采取那种掩饰型的或是愤怒，这样知道人的矛盾就在这里开始有了。如果你要压掉自己委屈的这一块，不把对方的错这一块强烈表达出来，你就会用掩饰的。如果你直觉在强烈的记忆的部分，你就直接的会把自己的不好的经验、受伤的东西表达出来。那这些定了型之后，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意识就变成一种取向，你结构出来的东西就会偏向这样的这种素质，所以人差很多的，人是差非常非常多的。所以教育跟经验，不管是好的跟不好的，是不是都会组织成你的价值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小时候受过很多的委屈，在过去的年代不像现在这么被捧在手掌心，现在少胎嘛，过去反正呢一两三四五六七八，有的还十几也在算然后衣服好大一件，就一直穿到那个最小的穿完的时候，其实破烂不堪了，还是那么大件来给干缩水你啊，是不是就是这样？然后颜色褪到最后是很淡嘛，所以对于物质会有一个自己在家里的排行榜，跟那个物质取得的那种优先啊，有相当的有关系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这些啊，还是会同时反映于自己存在的价值跟自己内心定义，我说这个话会被接受跟不被接受，他会让他的人格有强跟弱，但强者啊，有两种，一个是他在家里的排行榜跟他的重要性都强，他在社会的表现也强，所以他就自然成型了他强。另外一种是反向的，
它的价值跟定义是自卑之下才定义出来的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相状不一样。那那种这种东西累积出来的东西，在相上来讲，我们刚刚不是讲眼耳鼻舌身意吗？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意识，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意识，永远一个人的意识否认其他人的意识，那个就是在家里强，否认别人的意识，而且别人说什么的时候，他马上啪打回去，他不会先接受，他是先拒绝，他先拒绝的。所以意识出来的显现于我们眼耳鼻舌身，是不是会显现出来？你就会看到他高张的气焰，也就是他心中的法就是这样，他心中结构出来的法就这样，他展现的这个人就这样啊。那这是在讲价值跟定义的形成。另外呢，有一种天生比较有善根的，他会有一些直觉的标准，直觉的标准。那这个是八识田中过去的东西，作为一个基础，有一些会有全面记忆的整理，但这个上面都是比较后期发展，也就是你可能从小是用这些教育跟经验为基质啦，然后慢慢到你比较长大之后，你可能成型了你自己的一些价值观，那你也不强悍到绝对的否认他人，这个时候还是建构了你八识田中啊那个东西，过去的东西会有一个直觉的标准出来。那这个直觉的标准跟过去开始有连结，它有一个习性会跑出来。这个习性跑出来，你可以看到它善的那个部分。所以这个直觉的标准，这种过去生过去世是有修的。要不然一般人不大会这样直觉，他直接就进入刚刚所讲的意识成就的法。那如果他直觉的标准认为不妥，或是我不应该这样，或是对吗，或是会自我略略的去调整它，然后也可能自我去修正那个不甚好的经验，也可能重新检责自己在教育上面就是比较理性的部分，那产生了一个整合的答案，直觉。比如如果有这个是一般比较成熟后期，比如有的人跟你讲说我们来兜些钱，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投资，这个投资是投机型的投资，听懂吗？投机型的投资，你可能就是马上有直觉，不要，我不要，因为那个冒险是不稳当的，然后那个新的浮动我不想要，而且我觉得那投机取巧，那个成功率太低了。所以他直觉式的认为那个不要好了，是不是直觉的标准在？像这种都是修正过的价值跟定义，这是修正过的。你如果在这个直觉的标准中间过度不符合实况，就会产生超我的理想。很多人呢，
他直觉的标准，一般直觉的标准都还算有某一种功利性，就是他某一种功利的，不带很多是非的，但是基础上还是以我为主思考啦。那有的人他有超我的理想，这个超我的理想有的是产生在这个所谓积极的，有些人有积极的性格，有些人有消极的性格。消极的性格来自于受挫嘛。当你受创跟受挫之后，一般来讲它偏向消极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异对法出来的人是不是就有万般皆不同，他比较消极。那这个积极啊，一般来讲就是身体好啊，智能高啊，完成的能力百分比高啊，迅速做决定，他有得到过正确就是正向的回馈，也是正向的答案。这种有些时候都有超高的理想。那这个超高理想里面就分野出修行人跟不是修行人。当你有超高的理想，几乎都是金鸡蛋就可以生一堆金鸡那种想法。妄想。那这个妄想希望快速能完成。所以走下来呢，他的意识任何想法都跳场。我见过有一个人，他非常的厉害。你跟他讲哦，现在我们要推出一个活动叫中国传统文化。他马上说这个由我来计划，我们先来聘几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师，然后呢我们来有一个评分标准，然后再做几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活动，比如捏面人比如剪纸，比如那个小的就是木头啊，那个小艺品的雕刻，然后我们再来开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竞技赛，就走到这个方向了。我们说不是啦，我们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，是在讲思想改造啊，那个是一部分啦，不过我现在跟你讲，你可以有十个主题，知道意思吗？哦，讲到嘴角转破，写起来企划案，三暝三日读不完。然后你就问他说：“你这个理想很好，不过这应该是三五年才会完成的。我们第一个讲师都还没请到，那叫超我理想者。社会上。”会成就一种超我梦幻的理想的，就是这种人。如果他有执行力，如果他脚踏实地，是会的，是不是会？但是常常这种超我理想者是停留意识理想，他不能够接受那种步伐的理想吻合的境界。那我们再讲到人在修行，从这个直觉的标准，前面的价值跟定义的伸张，会跳出一个学习模式的超我理想。比如学佛之后，你常喊的口号是哪一个？叫上求下化，是不是会这样？这个是真实的理想。还是超我的理想，加上时间的观点。如果你没有加上时间的观点跟实践的脚踏实地的实践，那么超我的理想会让你看不到净土，你会看不到所谓改变，好的改变。
那我们一般呢，佛法在学习的时候，有没有标超我的理想？有，世尊有啊。世尊就标这个超我的理想，先给你，因为那是他的果。他告诉我们，你在因就要想着我的果，以我的果作为你的因。我证的是菩提果，你发的是菩提心。所以这叫超我的理想。但这个我不是个别，它是有因缘，还有你的智慧。先给你超我的理想，然后告诉你，你可以完成这个超我的理想。时间多长？最长讲到三大阿僧祇劫，最短讲到一世成佛。再短，以超我的理想要从哪里下手？讲到当下一念。所以这是一个价值跟定义的重整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上面是不是对法？法先定，再来撤掉这个法。你前面意识所对出的种种万法皆空，而你重新定定的法基础于你的体悟，重新再来过。所以现在就要开始讲啊，无，这是要超越这个意识。无世俗的世间的万法，那我们讲超我的理想，就我们学佛的角度，我们观察世尊，听世尊所开眼的三藏十二部，基础于慈悲的本性，剥落掉自私、自我保护之后，重新定义的。所以啊，这是修正后的，这修正的过程，常常超我的理想会浮现，而让自己处在一个落差的状态，而这个落差的状态会让想要修行的这些众生啊，有一些提升的欲求，也有一些打击的经验。在完成自我超我理想的过程的点点滴滴，他跟你讲无所得，对不对？他跟你讲无所得，是不是不住不住法？在你学习的过程、体验的过程，他跟你讲，这是势必有的经验值，这是智慧的一部分，是解的一部分。那你实践它，这个时候从不切实际跟常常遥望比对的落差里面去修正，修正于自己的行为，把这个时间不压缩。三大阿僧祇劫，同学对你听来讲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菩萨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这句话熟不熟？可是当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希望马上成就啊。你接受三大阿僧祇劫吗？是无奈的时候接受，现况的时候希望那句话不是真。这上面呢，如果能够把这个不切实际的落差跟实况做一个融合，做一个融合，通通放下，通通放下，就不会有梦幻的菩萨道，就不会有梦幻的菩萨道。这样讲会不会很受伤？事实上是这样，事实上是这样。再来，如果我们从刚刚这个意识的运作跟法的成立里面通通放下，那就是无啊，
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是不是意对法这个不住体证，你就会体证。你在放下的时候，你要一样一样一样去体证，就会现前实相的智慧，这个才能无啊。所以谈到这个意对法，这样同学知道它的形成是怎么形成的。再来讲修持重点，这个修持重点是倒退走的，它不是从头走的。如果你能够从头才一开始就知道认知了别，认知了别，然后不住，保留在认知了别，那没有证悟之后你办不到。